OK， 心同感受能量篇嘅时候啦，咁今集咧继续系讲底轮，同样会有我啦，同埋我拍档 Tony 嘅。咁我哋咧系分开两个人，所以会有唔同嘅观点角度，等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啦。嗱，咁底轮咧就系我哋嘅根基啦，我哋七个大嘅脉轮，脉轮系咪净得七个？唔系，十二个，甚至有几十个、百几个都有嘅，因为佢有大细唔同。但系七个系大家都认同嘅，唔同派别嘅睇法都系咁样。咁呢七个轮位咧，而我之前有讲过啦，喺唔同嘅节目里面都有透露噶啦。其实咧，佢有几个作用嘅。第一个作用咧，我讲所有嘅脉轮啦吓，唔系净系针对底轮，就系话佢系一个过滤器，就系佢将外间你唔要嘅嘢咧隔走咗，而净系 filter 入嚟，即系过滤你所要嘅能量，俾你嘅腺体，俾你嘅器官，俾你嘅情绪。OK， 咁好啦，第二个作用咧就系一个能量生成器，佢本身一路转嘅过程里面咧，佢会产生能量嘅。OK， 因为它其实好像一个光圈，好像一个轮咁样，一个碌咁样，咁佢唔系平面，佢唔系咁样打横嘅。OK， 佢系咁样嘅反而，跟住一路喺度转，男女嘅方向会有少少唔同嘅，每个轮都有啲唔同嘅，有啲系顺时针，有啲逆时针。好啦，咁佢会产生能量，譬如举例一个简单嘅例子，譬如森林咁计。你試過好唔開心嘅時候會點啊？心噏啊嘛，有時會心好似揦住痛咁樣樣，係咪？咁咪心輪閉塞嘅現象咯。其實係一個冇辦法轉動啦，佢產生唔到能量啦。咁有時話你隔唔到，即係咩咧？你隔唔到乜嘢嘢係會影響你心輪嘅健康嘅 ？OK， 或者其他輪位嘅健康啦 ，for that matter。咁第三個作用係咩咧？佢係一個磁碟嚟嘅，嘅 hard disk 嚟嘅，就係所發生嘅事咧。你佢一路進入你嘅身體，一路入一路入，最近發生嘅事佢就喺外圍咯。但係跟住耐咗少少啦，幾個禮拜啦，幾個月啦，就去到中層，跟住一路食越嚟越入嘅。OK， 咁唔同年紀發生嘅事情，唔同嘅輪位嗰度啦。今日我哋講底輪點解咁重要咧？所有七個輪都緊要，但係底輪尤其緊要，因為一棟摩天大廈佢要起得越高，佢個根基是要越扎实的，如果不是风一吹就冧，就豆腐渣工程的了。你的人生，你想你的格局大，你想你有一番作为的话，你的底轮一定要很扎实。而底轮呢，如果我们横跨一点能量和灵性层面就讲，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光体来的本身， OK， 那我们来到这个中层世界 middle world， OK， 即是有上方世界、下方世界、中层世界。我哋嚟到个中层世界，一个二元对立嘅，佢有阴阳，有善恶，有光同暗。呢一个地方嘅密度非常之高 ，OK， 个频率低，密度高。咁所以你需要有个载体，咁个载体咧就系我哋嘅躯壳。咁我哋由上透过我们的顶轮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就以一个密度高频率低的身体给我们见到对方的存在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底轮的显现的。所以上一集都有讲过，就是说其实人老的时候是底轮开始衰坏，还有开始你身体里面被底轮所代表的地元素开始瓦解，骨头开始脆啦，关节开始不听话啦，跟住全身开始痛啦，到老咗就皮肉分离啦，细路仔咧底轮充满力量的时候通山走啦 ，OK。而当你开始老的时候，除了头先讲啲症状之外咧，就系啲能量全部向上冲噶啦，已经血压向上啦，能量向上啦，个头昏脑胀啦，但个脚咧就冇力啦 ，OK。咁而底轮主宰嘅物质，包括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所感受到嘅嘢，包括我哋所能够用嘅嘢，即系你嘅物质世界富唔富庶，丰唔丰盛 ，OK。所以如果我哋叫做底轮主导嘅人咧，即系佢个主导轮位系底轮嘅人咧，嗱，有啲人好似我系太阳轮主导，有啲系底轮主导，有啲系生殖轮主导。底轮主导嘅人系乜嘢咧？就系物质。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，物质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的，他们的人生呢是会充满恐惧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是影响到他们生存，因为生存 是底轮的一个主题来的，okay？
下一集再讲。Hey, 大家好，我叫 Tony。 底轮啦，有啲人会叫做根轮啦，咁就好似一啲根状根，一棵树嘅根，可以想象好多嘢嘅，例如一棵树嘅根健唔健康，咁啊好影响嗰棵树嘅树枝啊、树叶啊、树干啊佢嘅健康啦、啊。咁如果佢根部可以系好好茂盛，好即系唔系茂盛，好啊。好 grounded 啦，好實在咁樣揦住地球嘅，即係喺個泥土度嘅。咁其實佢可以生長得好高大，好強壯嘅。咁其實基本上骨啊底輪咧就直接影響你嘅身體狀況。即係佢頭先咁講咧，一棵樹咁樣咯。咁你個根如果唔健康，其實基本上嗰啲樹葉啊、樹枝啊都唔健康噶啦。咁你都唔會高大啦，咁同埋你嘅關節都唔會好啦，嗰啲咁樣。對地球嚟講啦，咁啊根咧，我哋嘅即係一棵樹嚟解釋嘅話咧，就係如果上面啲樹葉喺度吸收太陽嘅時候，佢會傳落去個地球度嘅，透過根部。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底輪不是太健康的時候，其實那個其實也都會影響地球的能量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即如果有些人說我想對地球好一點，經常都說的這件事，身心靈界都會說你對自己好一點就可以了。你對自己好一點，你處理好你的我們叫 Kundalini，即係底輪嘅呢度，成個 spine 叫 Kundalini 啦。咁你處理好自己整好自己嗰個 spine， 可以輸一啲好嘅能量俾地球。咁個地球就會自自然然會有一個好啲嘅能量啦。咁樣係啦。咁同埋仲有幾個重點啦，就係你要做好自己，即係你要做自己係。咁即係你係一棵咩樹，你就要做翻嗰棵咩樹，亦都係做最好嗰棵咩樹咯。即係例如你係一棵聖誕樹，聖誕樹咩做好一棵聖誕樹啦。係我諗唔到其他樹啊，其實都係咯。咁樣你要做翻好自己啊。咁你先至可以吸收到一個應該要吸收嘅能量。而你將嗰個能量活化，跟住再輸出翻俾個地球，跟住個循環啦，咁個地球亦都會帶出一啲好好嘅養分，跟住可能一啲好好嘅空氣啊，咁樣再輸出翻俾你咁樣，其實一個好好嘅循環嚟嘅。所以每一個細節都好重要，基本上底輪咧就係、是、大致上就係咁樣嘅。